非常大的一个海南文化旅游。大哥，这个树多少钱呢？ 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今天呢，来到龙泉镇这边啊。来看一棵非常大的一个海南红花梨树啊，他们现在正在劈啊，让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在这里劈啊，大哥正在搞这个树头，轻轻，亮亮的，搞得亮亮的哦。哎，大把，可以做一个大摆件了。哇，这个非常不错，颜色非常好。哇，这个花纹颜色是非常不错的呢。看一下尾巴。这个花纹非常小啊，非常漂亮，看这种颜色，非常的紫哦。这个眼睛非常的多，然后都是用这个镯子啊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它搞干净的哦。全部都是手工勾好啊，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的高啊？四米啊，哇，就是把它立起来了，看，立起来了，这非常的漂亮啊。大哥，这棵树多少钱呢？66万。66万呢？哎，能不能少点啊？少啊，树难得。确实啊，这种树的话是比较老啊，颜色是很黑的，很紫的。独一无二，海南。哦，海南独一无二的大。非常不错。看了一下，非常漂亮啊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造型啊，那这些价格呢要66万了，不是66块，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才行啊。